爸爸，我去年年底谈了个恋爱，没敢告诉你俩。真是假事儿？不过是个南方人。南方人有什么问题呢？他有点太热情了，热情好啊！他都开始喊你喊咱爸了。哎呦，咱姑爷们儿问题的好哎！他过年想来见见你，呦，来来来来来来！想喝点儿，哎呦，太好了！想吃点硬菜。这是问题吗？给个红包啊！哎呀，红包准备好了，没问题。他还问了个问题，啥问题？他说那个杜卡迪跟 AMG 还算数吗？什么时候分手，孩子？什么？我觉得这个人不适合你。不是你，主要是我不舍得我的 baby 嫁出去，这么早的嫁出去，还留在家里，我自己养着挺好。跟你说，他不适合你，孩子，咱不嫁孩子啊。你刚才还喊他姑爷呢。你们关键是我不舍得我的 baby 嫁给别人，你是不是？留在家里养着自己多好。你不是催我找男朋友吗？没，闺女留在身边多好，不嫁咱不嫁啊！爸爸，